天色已晚，吴越错过回家的末班车，为了省下打的的钱，吴越决定在县城过夜。徐府这么大，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吗？这风敢不敢再大一点？来吧，吹吧，我这发型不要了，你吹，你还真吹。这风好调皮呀，我他妈闹着玩呢，越吹越大。下去，我去酒店睡觉。江流不能流太寂寞。坐下应该没问题，是吧？坐下。算了，走了。没打算回家，我打算第二天我也待在那里继续赚钱，我不想浪费这个来回的车费。一次这么冷的，在那睡觉，我当时就很想回去，我想回家睡觉。虽然这个家有点破，又有点臭，有点臭呢，臭呢它又有虫子，有虫子呢它又会咬我，咬我它会起包，起包它又会痒。但是我一点都不嫌弃这个家，